大家注意往这看，封装具体的一些体现，简单体现了一下，我们把这封装的概念呢就可以更丰富的说一下了。封装指什么？是不是指的就是隐藏对象的属性和实验细节，对吧？仅对外提供什么公共的访问方式，这就叫封装。你光封装不提供访问方式也不行，听懂一下，你光对外提供访问方式，不封装也不可以，不隐藏也不行啊，因为不安全。那么大家，这个封装有什么好处啊？通过刚才我写的那个例子对年轻人的访问有什么好处？我把 age 给隐藏了，对外提供的方法什么好处？第一个可不就是安全性嘛，对吧？安全性就提高了嘛。第二是什么样啊？啊？在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能看到的最明显的是不是安全性？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属性往往是定义数据用的啊，存储数据用的。那么这个数据呢，不能被直接访问呢，我们就给它隐藏起来，对吧？提供方法，提供方法的好方法方式是可以对数据码呀进行可控，听懂吧？这种思想一定要有，记住，一旦有属性，几乎都隐藏。对外提供方法的目的是可以对属性进行可控。听懂了吧？是不是就 hold 住？懂了吧？紧跟着封装还有什么特性呢？老师基于这个往大了开始说了。那我们看完这个例子以后吧，紧跟着咱把例子稍微扩大一点，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生活中的事例来说这些事情。比如说大家我们所见到的机箱，听懂了吧？机箱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到电脑城传个机器，对不对？把这机器呢，我们买啊，不买机箱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必须可以吧，是吧？买个主板呢，买个显卡呀，买个硬盘呢，是吧？买个内存条、CPU 啊，什么风扇呢？我把主板往上一放，知道吗？下面带个电容泡沫垫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板卡咔咔咔往里插，插了以后，接上硬盘，接上显示器，是不是就 O 了？就 O 了嘛？有这么一看，哎，真的，接完了嘿。机啊，我纠结了是吧？按钮呢？是吧？啊，太纠结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情况叫裸奔。凡是玩收音机的哥们，这种情况经常见，对吧？由于到夏天，是不是机箱都不用啊？就往桌一弹，是吧？哎，心肝脾肺肾都弹桌外，坐桌子上，是吧？他就 happy 了，对吧？然后干嘛呀？屁后面咔拿一螺丝刀照着那什么呀？那两根针一点，就开机了。是不是呀 ？OK 了，回家别瞎捅去，好吧？你捅容易冒烟儿，懂我意思吧？啊，专业人士的东西，咔一捅，哎，这开机了嘛？明白了是吧？这不是这个玩裸奔的情况，但是大家这种情况有没有危险？有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有的螺丝掉主板上了就废了，很容易烧了，听懂意思吧？掉滴水进去也就废了。能跟我说的话吧？哎，不小心一滑了，硬盘掉地上了，是这样吧？正运行的咔掉地上了，懂我意思吧？这一堆掉地上就麻烦了吧？是这样的，大家。所以呢，它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，对不对？大家为了方便些怎么办？拿个机箱，把这东西全都固定在机箱的里边，咔一扣面板，是欧了呀？哎，给它封装起来嘛，听懂了吧？这个屌了，全扣在一个大铁盒子里边，咔扣完以后，哎，方便了吧？哎，这怎么六面全是死的呢？听懂我意思吧？意味着什么呀？你光封装不行吧？你是不是得有提供访问方式啊？说白了，你屁后面就得留一排口啊。对，就这意思吧。那怎么办？我拿键盘、鼠标、显示器，我就咔一顿插就完事儿了吧？电源线一插上就 OK 了。就这意思。那么接完以后呢？怎么开机啊？就怕你不会开机。前面板我留了一个按钮，懂了吧？你只要一摁它就 OK 了。哎，那怎么开的呀？不关你的事嘛，听懂了吧？你们到现在是不是也没想过机箱怎么开的机？是吧？你就咔一点按钮 ，O 了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大家，机箱就是一个标准的封装体，听懂了吧？它屁股后面抱着什么呀？就是对机箱内部那些组件的访问方式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
那甚至按钮都是对外提供这种公共的服务方式，就是按钮，它怎么去开的机你不用管，能理解了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。那么老师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安全性提高了呀，对吧？第二还有什么呀？这东西我跟你讲，一封装起来，它能提高复用性。我每次用什么？我每次用什么主板的 CPU？ 不用这东西，用啥呀？用机箱，对不对呀？用机箱就可以了。那反正我每次就把这机箱抱过来，后面插上东西我就能用，就完事儿了。这就是说提高了复用啊。请跟着大家，它里边内件变化跟我有关系吗？比如说里边的 CPU 被换掉了，比如说里边的内存条被换掉了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没有，我是不是该怎么还怎么用啊？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你里边怎么变化跟我都没关系，这叫隔离变化。听懂了吧？隔离变化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封装性的特点，它便于使用。那把任何东西一封装起来，是不是方便很多呢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就方便很多嘛，对吧？那么待会儿看，给你个手机是吧？那你要你给我打电话是吧？你照说吧。给，这是显示屏。那个，这是主板，这是键盘，然后你把这线插那主板上排线，插完以后呢，把这键盘那个插上去，行了，可以摁了。等会儿，我帮你贴线了，这插线，行了，可以用了。然后一摁，是吧？还得拿呗，是吧？还当个屏幕，知道吗？这边拿屏幕，这边按着键盘，什么东西那是？对吧？你拿个壳子给你扣上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听懂了吧？他们手机是个封装体啊，是，它就是封装体，它里边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不知道，这叫什么？隐藏细节嘛，是隐藏细节吧？对，那么他是不是给你对暴露一些案件？这是个公共好的方式，就完事儿了，听懂了吧？凡是对象都具备这个，因为它是对象的特征。大家之前指挥我做事情吧，老师请个假呗，砍个价呗，是吧？我怎么砍的？我怎么询的价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内部的事情，对，所以叫封装，懂了吧？对于你而言，是不是隐藏呢？是这样的。大家往这看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封装性的特点。那封装性将变化隔离，那便于使用，提高重用性，提高安全性，听懂了吧？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现实生活中多了去了，知道了吧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你不需要知道细节什么样，你只需要知道结果，那只需要给你提供一种访问方式就可以了。那么封装原则是什么呢？大家将不需要对外提供内容都怎么样？对，都隐藏起来，听懂吧？都隐藏起来，然后呢，把什么？通常的表现形式是把属性都隐藏起来，对外提供什么样啊？公共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注意了，方法一定都需要对外提供吗？大家举个例子就可以了。Public Static VoID， 大家还记得吗 ？Select Short 这是一个排序方法吧？这个排序我可以提供，同学让对方知道我有一个选择排序的功能。大家注意到，它里边是不是涉及到一个东西叫什么？是不是涉及到一个就叫就涉及到一个叫 swapper， 一个叫做位置置换呢？大家，这个位置置换方法是不是专门为排序服务的呀？那么这个方法需要对外提供吗？不需要的话，是可以这样。我说对吧？凡是不需要对外提供的，是不是可以隐藏起来？是不是？哎，说老师我不隐藏不行吗？你不隐藏，对外界就能用到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外界有必要用到吗？他有必要知道你的实际细节吗？没有必要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知道你的细节，他很有可能会对你的细节修改，那时候你更麻烦，能理解吧？所以一般我们只要不对外提供的都隐藏起来，这个能理解了吧？OK， 那只要是类中的成员，不需要对外提供，都可以隐藏。那么接下来，私有这个修饰符，它是一个权限修饰符。Private 私有是一个权限修饰符，那跟公有是一样的，公有权限最大，私有权限最小，听明白了？哎，然后怎么样啊？只能什么？
只能啊，不是只能啊，用于修饰内中的成员。注意，它只能修饰成员，修饰不了局部。这个听懂吧 ？OK， 再接下来，大家私有的内容怎么样？只在本类中有效，就这意思，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。听懂了吧？哎，并没有太多难的地方啊。接下来大家注意听，刚才讲了半天，很容易有些哥们会误以为啊、哦，私有，风光就是私有嘛，是这意思吧？看我的例子好像是，那老师私有就是封装呗，是封装那是私有呗，不是。注意，私有仅仅是封装的一种体现而已。我跟你讲，不私有一样能完成封装，听懂了吧？这个概念一定要纠正一下，很多人认为私有就是封装，这是对的，封装就是私有，这是错的，明白了吧？封装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，是面向对象一个特征，叫做隐藏细节。但是隐藏细节不代表只有私有，我不私有一样能隐藏，我只要能做到你访问不到，这就已经完成隐藏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这意思，我把范围扩大一下，我不私有的访不到，就这意思，后期会学到，不用着急。那大家像封装这样东西多不多？哇，多了去了。你们的笔记本是不是封装？对，就是封装的嘛，懂了吧？你有必要知道细节吗？你没有必要知道嘛。就有同学说，哎，老师，这方法我不私有行不行啊？是吧？行啊，这就可以做收藏了。你笔记本那东西不封装写行不行？行啊，你买的时候什么？我不要壳子，啊，我烦，你宣布它散件，对吧？阿姨放一堆放这是吧？然后你看阿姨是能用吗？能用的，对吧？但是会不会出问题？这个东西本身它就不需要对外提供，你非要提供出来，那不就会出问题吗？听懂吧？OK 了，大家，行了，不用再多说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？说的这个封装性的特点，那面向对象的第一大特征，去答的时候别忘了怎么样啊？直接就说，那它是隐藏内中的实现细节啊，对外提供公共的访问方式是这样的，并举例，笔记本就是一个封装品。在我们的程序当中，记住大家 Java 语言里面最小的封装体是什么？就是函数，对不对？就是函数。函数里边怎么实现的我们不用管，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函数的功能是什么，它的返回结果是什么，它需要什么位置内容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对不对？哎，加法运算怎么加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只要知道你法运是和我能用就行，听明白了吧？好的，不用再废话了。那么大家，类是不是封装体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大家。我有一个类，你创建完对象以后，你是不是只能访问公共的？对吧？私有都访不到。那么类本身也是封装体，就懂我意思吧？哎，再往大家说啊，再往大了说，框架本身是不是封装体？反正只要是内部隐藏起来的，都是封装，能理解吧？都是封装。这样怎么样？这样便于使用。我不需要了解细节，这都有能用，是很方便。拿一手机，里边怎么回事？关我屁事！我一扔号码，我就拨出去了，是不是欧了？对，就这意思。好了，不用再废话了。那么对于这里边私有被私有的属性啊，尤其是这个成员变量，对吧？他们通常都会被私有化，对外提供 CDK 的方法。那么这个 CDK 方法呢，是为了对数据进行可控。对吧？可控。而这个写法上是这样的，叫做什么？叫做通常是 set 叉叉叉，那 get 叉叉叉。大家注意这个大小写。set age， 大家注意听，方法名的定义的时候，如果由多个单词组成，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小写，从第二个单词开始，每个单词首字母大写，明白了吧？而往往 set 的方法通常都是 VOID 返回值。而 get 返回类型都和属性类型相同，对对对，必须对嘛，是吧？好了，到这儿。